7月6号，就是我签了约之后的一个星期。那天我下了课，时间还早，我就想说既然有琐事嘛，就上去看一下咯，看看是不是要打扫啊，或者是少什么家具要买。到了门口，开锁，开开开，突然就有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是谁啊？哇，我吓了一跳，一个女的，中国人啊。我们去看房的时候是还有人住在里面的，可我以为他们要搬走了吗，所以房东才在找房客。你说你租了这个房子？对啊，我都签了约也给了钱了啊，你看我连琐事都拿到了。你确定吗？昨天房东才带了一组人上来看，还把房子租给那组人呢。啊，你等一下啊。那就是这个中介带来的。 Hello， 请问是 Alan 吗？我是这个大牌667-15楼叉叉叉的啊，请问你是不是昨天带人来看房，然后把房子租出去了啊？对啊，什么？你是谁啊？哎，这个事情有点奇怪嘞，因为我上个礼拜才刚刚租了这个房子，为什么你又说你昨天租了这个房子啊？这个我不懂啊。昨天我带我的客户过去，房东已经把房子租给我的客户了。啊，我的客户是7月15号就入住的。可是我8月6号才入住嘞，哎，这样不对啊，为什么一套房子租给两组人啊？哎，这个我不管啊，你自己的事你找你自己的 agent 啊，你这么找我。我只要确保我的客户7月15号可以入住就好了，你8月6号来住不进去是你自己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Oh shit！